他的团战的用处虽然大，但是有一定局限性。对，就是一种收到了。Q 的先找杰克浪，杰克浪大招已经被打出来的情况下，已经打出来撒的效果还不错。猴子直接一波反进场找皮皮高，但是自己身上立刻被套了一手虚弱。小天二刀天空，先找一下皮皮高的立仓装二度进场吧，但是被打到太难。万雷天老爷，天雷杀，战机再次站了出来。Rook 要被二段踢给踢死，爆炸了。正面已经成溃败之势。虽然说猴子换掉了一个，但是又是个回旋踢，再接上稳稳的吹石钩子和恶影钟摆，由狐狸收获 Triple Kill。这波完美的一个开团。直接一换五一雷定音啊，这个凯南就像一个窜天猴变成了闪耀的灯球啊，放了一把，然后那个谁选到了勾到杰克了，放出大招，这里大黄还有一点小小的余韵，但是这波山鸡进场爆炸了，爆炸了！正面已经成溃败之势。虽然说猴子换掉了一个，但是又是个回旋踢，再接上稳稳的吹着钩子和恶影钟摆，由狐狸收获 Triple Kill。这波完美的一个开团，直接一换五，一雷定音啊！也没有带虚弱。这个凯南就像一个窜天猴，变成了闪耀的灯球啊！阵容真没问题，他应对的这些英雄都是 counter 的。但打的有问题，说到了哥哥无所谓，哥哥满天飞雨加二了，拿出了，能把三圣干掉，不用出麦当怎么修理？哎，真的，别生过来，拉别生过来，拉别生过来，推你妈了，别推你妈呀，你再不点，我也反了，他追攻击，我操，山鸡天雷，啥狐狸也输，三，我跟你说，我说二八的时候，我都感觉保守了。兄弟，右边双击两件套，好难打呀！勾到直接上，给魅惑被大招躲了，白手倒钩勾的还可以，小天冲上来，哎，狐狸这位置要被秒了，我觉得这个秒秒，小奶油要死，但是这么大黄天雷电雷电拔了，这个大黄大空了，山鸡电三个，怎么这个伤害秒都秒不掉这个狐狸吗？这个伤害你看到了吗 ？Gap， 我操！我操，上路差距啊，兄弟，我真的讲这波如果能把狐狸秒掉的话有机会，有没有这么深重啊，这个位置有点嚣张，皮港要反向 ID 了吗？皮皮港红白刀往不往前走，哎呦这么狂啊，三击八把 C， Able 这个狂风居然把拉尔大躲掉了，我的妈呀，在大绝版接羊钩，滔博还没出手就记了，这真的要接吗？哎，皮皮在干嘛？皮皮的勾吗？勾的 ，Jack Love， Jack Love 用大招，皮哥他没，他技能没大，哎，狐狸好像死了呀，狐狸，二一，哇！耶！三击大招！我操！三击连续三把，我们是，我操！我靠！我操！阿 K 这个机会了，这一次的攻击接的非常好，再加这个 QT 的把 TS 送走吗 ？OMG！ 三击哥，我靠，太猛了！镜头要切到教练室，镜头马上切到教练室。别井盖！难道今年的 OMG 真的要做那个了？要有凯南这个不稳定因素。勾到先叫进化再叫大招，全部技能跑命中了，勾到皮皮嘎的怎么刷，有人往里面送了，好像小奶油能不能跑啊，叫闪电大招跑掉了，三级进场，游戏要结束了吗？小奶油还有三段大招，但是被小天给偷掉了，一脚踹回来接勾，恭喜 OMG，山鸡小奶油这波被打个昏，然后一个闪现拉走，给山鸡创造了天雷的空间。勾到了开团，杰克大招躲他魅惑，反手勾到皮干的，哇那个假头，但 Cram 这里被冻住，血量很低，凯南进场天雷，把后卫全秒了。山鸡又是山鸡，狐狸没死、啊，哇山鸡、啊、被硬换了，莫也回旋踢过来一个纳尔，
1-5哇，好帅的鸡哥呀！那这波主要是有对比啊，有点难受的。那好像是拍没拍到人，然后凯南直接就开始天雷了。